停水的问题一直是桃园人的梦魇，不光是11年前的停水，其实在2004年8月，因为艾莉台风侵袭，大汉溪浊水飙高，无法供水，让桃园停水长达18天。而为了解决浊度的问题，行政院决定动用了250亿来改善石门水库集水区上游取水沟、拦水坝排沙工程。现在石门水库的排沙比已经是高达了将近40%。北区水资源局表示，2004年艾莉风灾导致石门水库水浊，停水18天。经过这个教训后，石门水库开始新建取水分层工程，可汲取表层水，避掉沉底污水。现在供应桃园饮用水无虞，还可以支援其他地区用水。石门水库在艾莉台风93年艾莉台风的时候，发生过整个因为水质浊度高而引起桃园地区18天停水的这个问题。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，所以我们马上提出一个石门水库更新改善计划呢，报行政院核定。那总共经费是250亿，那目前呢已经快完成了，整个更新改善计划已经快完成了。那尤其呢分层取水工完成以后呢，整个桃园地区及板新地区呢，因为这个分层取水工完成，那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呢，高浊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启用分层取水工的上层来启用表层清澄水。全球气候说变就变，台湾在去年这个时候还在抗旱，全台省水大作战，但今年雨量集中在集水区，用水无虞。石门水库也会借由泄洪进行排沙操作，减少库容淤积。而排沙隧道启用以来，排沙比除了提高将近40%外，还省下了12亿的清淤经费。整个中末调整时南岸完成以后，那在高浊度期间呢，除了桃园地区启用分层取水工来供水，不会有发生缺水的情况，甚至呢板新地区以及台北市部分地区呢，也可以利用中高调整池这个462吨的水来解决这个缺水的问题。面对今年的防汛，北水局也准备完善，不管是路挖清淤、坝前冲泥，再加上水力排沙等等，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目前阿姆坪大湾坪的防淤隧道也在继续进行筹备中，在未来石门水库淤沙进出就能达到平衡，水库的寿命也能延长。桃新闻董宇飞大溪采访报道。